全球的品水精英，大家好，欢迎来到品水茶房。那今天我们在大益山庄，很荣幸我们今天请到了文庆师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历程跟生命故事啊。那我想文庆师兄，大家平常在周六日的直播里面都有看到文庆师兄的一些他在最近的一些直播啊等等。特别为什么请到文庆师兄呢？因为文庆师兄他有很多的生命故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请到了文庆师兄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包括在不管生病或是在美满的一些过程啊。那今天我们今天也特别泡了一个好茶，这个是梅门的相应敦茶啊，祭天茶。对，这是祭天茶哦。那记得这个茶是去年的时候祭天的时候的茶，那特别相应茶呢，在这边是应时应天应人，那这边是阿里山的高山的乌龙茶，那有特别的一个元素，能量特别强。我记得我在过年的时候，那请我们的家人，我们家人这次因为解封了，从澳洲啊，从美国啊，从日本回来，那我请家人喝这个茶，他们一喝，哇，再也回不去了。其他的茶他们就说不要，他们要喝这种茶。来，师兄，我们来一起来品茶看看。那想问一下师兄，记得之前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在茶席里面，你有说你带了牛舌饼啊，所以你是宜兰人哦，是土生土长的宜兰人是吗？是。那你求学都是在宜兰吗？还是高中之前，大学在成大台南。哦，在成大啊，哦，所以我也是成大，所以是学弟。那你在成大待了几年？6年。6年，所以硕士也是在成大。对，那后来呢？去清大哦，念博士。继续深造博士啊？对，念了几年在清大这个部分？3年。3年就拿到博士啊？一般不是4年吗？四到五年啊，一般至少要这样子，有些甚至还更长。对，哇，那你真是。就是很幸运的遇到教授快退休了。是这样子吗？加上自己的母女，就很荣幸的顺利的毕业。那你很喜欢念书了，看起来应该是啊。对，应该是对。那念完书以后，你就继就续，去当兵，然后就进工作，部在分工作。园区吗？对，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哇，所以没换过工作。师兄真的是很有毅力跟恒心哦！从第一份工作待到现在，待了多久了？16年，17年。17年了，哇，真的不简单了。可以看出，师兄真的是很有毅力跟恒心的。一个工作待了16年，从有始有终进去到现在，应该是老板工资对你有安排。你会感受到，所以就一直待下去。所以你看，哇，一路这么顺遂，从成大学士、硕士，然后再到清大的博博士，士，然后又到园区工作，哇，就是科技新贵了，对不对？大家所谓的科技新贵。所以我之前就是生活过得太顺利了，对，很快就无职登科。很快就五子登科，所以很快就结婚了吗？应该是博士毕业，30岁结婚，30岁结婚对，啊，那也很快的。大家所谓的一般的胜利组，人生应胜利该组是，啊，都有房子、车子、对，妻子、孩子都五有，子登科，五子登科，对，所以过得非常。而且看来你现在在公司里面也是担任高级的主管职位，之前是，是。对。之前是处长，处长下哦，面有一百
20个左右。120个左右的对，这是阿弟。阿弟，你负责阿弟部分。对。哇，那120个桌不简单的，要管理120个阿弟。我想人生都这么顺遂，那包括工作、求学、生活都非常圆满。那在科技园区里面，科技厂，我想收入至少跟一般也是比较没有问题。那在多久以前你发现自己有病患的这个状况？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2020年，那就是大概现在3年前，三年前，那你是怎么发现，或是当初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怪怪的，就没办法算裤子，然是，后就去医院检查，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上网去看，我到底要挂哪一科？那有说可能是耳朵平衡的平问衡题，的问题是，有说是神经的问题，是，那我就判断一下，就挂神经内科。是。对，他做了很多检查，然后一直到7月份才确诊。那确诊确是，定是罹患的小脑萎缩。小脑萎缩，所以一般所谓小脑萎缩，有些说是，当然是这是比较老年人有些退化，那有些是外伤，有一些是或是中毒这样。您有这方面吗？都没有，没有，确实所是，以不明原因。是不明原因对。哇，所以你看。那你当初听到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因我的心情，就是因为不知道事情很严重，所以我就跟医生说，很淡定的说，我会好好面对。那是事情是很严重的，就是回去一看，Google 一看，哇，怎么这么严重？然后就吓到了。然后就开始想很多事情，然后就没办法睡觉。会想很多事情，对，刚开始是没有发现事情，就是这个病痛这么严重，对，对，那对，对，你怎么去面对？因为这等于是你的人生从高高点，点突然间低点。低点，而且这个是想让我说有是目前来医治其实是有些困难，对，对，那你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变跟？这样大的落差跟失落，我觉得就是要面对，要面对，哇，对，你不很勇然敢。何必，就是面对，多久的时间了？你多久时间才转换这样的心情？一直都面对到，一开始的时候对。就面对他了，不会沮丧，因为我上面有父母，上是。面有亲戚好，是，对，然后不愿多也没有办法，对，所以一定要面对。所以刚开始时候对你有造成怎样的生活上的不便吗？或者是，我患的是退化病，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影响很大。一直到最近影响比较大，那都比较困扰的是，因为像我说会造成你的不平衡，然后就是走路啊、上下阶梯啊、切坡啊，这些都很困难。都很困难，对。所以这个部分它并不会造成你认知上的问题，因为小儿萎缩有很多种嘛，有些是造成认知的，所以你主要是在肢体跟对，的障我碍。的大脑没有受影响，所以没认关知系，上对，可以。可以可以，对，那只是行动上行动上会受限。受限，会有些就是协调对，不一致不跟。一致。
对，所以它会慢慢影响到你的末梢，对，那会影响你的行动能力，对，跟慢慢的说话的说发话音表达表达，能力，对，但是思考认知是没问题的。对，所以你现在其实还是在公司上班嘛？因为公司算照顾我。是，对，所以还有上班。是，对，那所以在认知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还好。不过你真的很不简单的，一般人碰到这么大落差，可能就会有抱怨啊，或是就是不想面对啊，或是怎样。那你很快就来面对他，啊。你是怎么样？是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个性吗？还是？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就是人定会是上天，人定胜天，你对，觉得人定可以胜天？人定，是。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人定不一定会上天，但是到现在，我相信还是人定会上天，什么是什么让你有这样子的转变？认定会升天，就会比较宿命的感觉。认定升天就是你要努力，然后就会逆转你的老天的安排。所以就是你要尽你自己一份，对，尽量去做嘛，因为上天做到就会有改给变。我的功课是这个，就好好面对它。不要逃避。是，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去面对，所以你很快也没有什么说失落啊，或者是沮丧啊，在都家会里，有，那。过程中都会有，都会因有，为这一次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东西不是定格，你都没有。是，对，会有所谓的，你可能正因为想思考，有可能不想思考，正想不想，正想都不会拉想，扯嘛，就对。是有时候你一定会沮丧，但是至少有些人可能换了就完全就不再面对外面的社会了。但是看来你还是持面对，然后再做一些工作。对，因为我到美本看的很多案例，就是觉得我应该会好，也会好。是你有师兄姐介绍，还是你自己就进美我有师兄姐姐介绍，门？然后就是我在公司的时候，也问是师兄，就传联给我，拿着师傅的一个小册子传联给我。所以英文师兄跟你是同公司的同事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来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跟现在是很大的不同。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来门现在大概将近一年多嘛哈，快点，快2年了。对，你觉得最大的收获跟最大的不同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是关联，关联，观念对。怎么说？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想象力可能被限制住了，然后进来没本这个想象力就被打开了，然后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会一一的突破，就会或变成可能这样子，你说所以想象力，想象力被打开了。对。哇，这个真的是，所以我们不会再局限在，原来的框架里面，哇，那真的很不简单啊。那，那你在身体上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是改变吗？最近很多人跟我讲，就是我讲话变清楚了，对，然后我觉得好像讲话有变清楚。
已经是第 N 个人高站长。是，其实我从开始你进来的时候到现在，看你也是有很大的改变。那但是看来你的动作，你有经过一个过程，可能中间有些行动或者是比较容易跌倒，但是你最近的精神好非常的多，那包括表达的能力。口齿啊，等等的，真的都是每个人应该都是这样跟你讲，对，对，所以他所谓的退化，那是医学上讲的嘛，是不是？对，对，那是不是一定会照这个？那不一定，那个是信念，就所看以你，就要镇定，会镇定，嗯，你要得有这个信心，对。嗯，嗯，那在心境上面，你有没有什么不同？心境之前就会想很多，但是来到明白之后，看到很多案例之后，你就心情比较稳定，然后就不会想太多，然后一切就交给老天的安排，这样子。然后我清醒的时候，师父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是你只要努力，就然后上天一定不会亏待你的，所以我就秉持这样的理念。因为我记得师父之前还有特别传心法给你，对，是哪样？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一般的心法是大概3句4句，是，我的是3言。三年，三页，对，大概是这样的。大哇，那概师傅真的对你很用心，写了3页的心他法给你。说，大概是说我不要太急躁，不要太急躁，对，要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太放在这个币上面，不要执着在这边。对，不要去的公司想回家，回到家。急着去立功，一切都要慢慢来。慢慢来，让你放下心，对，静下心来。静下心，哇！对。不过其实我看师兄真的很不容易耶，你从一开始就做百日功，到现在没有停哦。对对，而且我常常看到你在百日功打卡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上你会打，有时是早上5、6点，你就做完当天的功课了，所以你现在是早上都很早起床啊。对，大概4、5点。4、5点就起床了，然后就开始练功，对，然后你都做些平甩，做完再做百日功。先做白日功，再闭嘴。对，真的，从师兄这边可以看出来，他从念书开始就非常有恒心跟毅力。那你看，在练功方面更是，进来以后，他做百日功到现在，我看已经有4、5个15段，对，百日功了，都没有停。哎，那其实师兄更不简单的是，他加入门以后，除了练功以外，他还很主动的承接了道务。什么道务？就是从前年开始，我常常记得从前年底你开始加入了平甩云直播的时候，你看他承接跟周六跟周日的平甩云直播。对。哇，这个是要很有恒心跟毅力才能够 commit，说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要早起，而且他有时候礼拜天是在我们现在这边所在的大义大山，义山庄，大义山庄离新竹市大概车程要将近40分钟到1个小时，所以要8点直播，你可能6点多就要出门了，对，啊，真的是不简单，持续现在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您是怎么做到这样子的恒心跟毅力？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接触到这样的师兄师姐的帮忙很多，然后就是。我想回馈给大家，然后这个是我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就接着一直做。哇！师兄真的很不简单，他除了是直播的，他还负责每个月的平甩传爱的执行长，哎，对不对？对。
哇，你看他要统筹大家，然后每个月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在我们的教堂进行对外面人所谓的品甩传爱，大概是怎样的形式？这个其实就是对你，就是安排工作到底谁要主讲，谁要当播放什么，然后进行宣传，然后当天就是要讲，要规划，要看是哪些动作没有人做。那评审传爱的对象是哪些呢？就还没有接触过平时功德人，哦，就是不是门在外面的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所以希望借由这样子来推广。对，所以从你从接这个开始也快一年多了。1年多了，对。哇，你看，他承接了周六日的直播，然后在每个月的品甩传爱。那大家品甩知音们如果有看到我们过年的节目，有六级，六七集的级，七七集的节目，从除夕一直到初六，初六，那整个执行跟在后面的执行长也是你，哇，真的。你看看，师兄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很有执行力。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承接这一道过后，你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感。我觉得做这些事情让我重新看到我的价值，重新看到你的价值，对，更有肯定。受到师兄师姐的肯定，是。对，会多有帮助，是。对，也希望就是把师父的爱传承给大家，所以更有信心，然后再把师父的爱传播出去，对，这是是你的，的想法，对。哇！所以真的很正向跟很积极的一个态度啊，真的是很不对，容易。那这样子这几年下来，我想你有没有想要最想感谢或是最要的人，或是要说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就是接受很多师兄师姐的帮助，尤其是嘉欣师姐，对，现在我没办法一个人完成一件事情。都需要师兄师姐的协助，那这些师姐她帮助我很多，嘉欣师姐，对，其实我其实每次看到嘉欣师姐，嘉欣师姐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师姐哦。那文庆师兄他其实要来道场，包括从他家里，虽然离道场很近，其实也是不容易。那嘉欣师姐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对。文庆师兄礼拜二、二三三四四六六，都到道场来，都是嘉欣师姐不管风雨。亲自接送他，天气对，不管天气接送，我们在外面人看了都非常的感动啊，就是即使是亲人，都没有办法做到不这样。到这样，对，接送他，然后到这边来，然后还因为包括下车啊，到道场，他都会很细心的照顾，教训文心师兄，他得走路啊，关照他。我想这个爱就是在你们看的，真的很令人感动哦。对，所以你要特嘉欣谢师谢姐，谢谢师嘉欣姐。师姐。那我想问，你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是互相的照顾，然后也没有你不分彼此对，啊。这个爱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想也是有在别人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没有无谓的付出，就是为了。为爱，对，所以也是很感谢师父建了这个道场，就是他会吸引很多一起同心相惜的人，跟你是同理念的人，都会吸引过来，是。然后你就觉得他会协助你，帮助你很大，对。是，所以你看，文静师兄虽然自己有这样子一个病痛，但是他还是持续的爱，
而且不断的、持续的在帮助别人，然后甚至在传爱。我想这个精神真的很不容易，也很感佩。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文心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毕竟是都客气人，都是比较理性思考。在以前的作为可能就说一二三四，很直接的，就像你刚才讲，你喜欢直接的沟通，就是有事情就就对是厂这样，长直接讲。对。但是我们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心变柔软了？有，对，怎么方面来我说？主要是觉得是新人，对，之前呢，我很不容易信任人，很不容易信任人。对，现在就是信任人，相信人，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你现在比较容易可以相信人，对，也较现可在以。的，对，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改变？我也不知道，不就知道。是从道路的定位，就是你规划很多，他也许不会照你的方法做，但是一定会完成它，对，所以你要信任他，对，然后中间过程。你经也没有用，就是他也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完成。你是，只要急也信没任有用。他，师父说，慢慢来，把对，对。心静下来啊。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文清师兄在这一两年的过程里面，除了身体的一些改变啊，他并没有因为所谓医学上所讲的你会一定会退化，并不是这样子啊。那他在心境上面，其实我们也看了，他有很大的不同。那我想，我们大家一起的师兄姐都有发现，你现在的心变更柔软了，然后也不是这么的，我们所谓的理工男啊，你有没有发现？理工的，理工哎。男啊，心更柔软了。那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是在这种爱大家一个传爱，然后互相帮助的一个这种环境，在美美的大环境下，给你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非常谢谢文心师兄，也是我们大家方。那我相信文心师兄在这样的持续毅力下，应该会让他的现在的行动至少可以维持好，谢谢。谢谢师兄，那我们一起来祝今天大家一切顺利是设定。啊！谢谢文心师兄，谢谢您，谢谢。谢谢。